世界上什么都不珍贵，只有生命最珍贵。每个人在遇到生命危险时，若能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付出一切财物、地位、名声也愿意。而这样宝贵的生命，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拥有，其他众生也拥有。为了平等维护众生的生命，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尽量放生。梵网经也说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子是我母。世间上所有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父母，以慈悲心来放生的话，这个功德极其广大。在汉传佛教中，莲池大师、憨山大师、印光大师等无数大德都提倡放生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全知无垢光尊者、宗喀巴大师、麦彭仁波切、法王、如意宝等诸大成就者，也将大量精力用于放生，并救护了无量无边的生命。所以，大家平时若能定期、不定期的组织放生，此举十分有意义。哪怕你一个月或一年中放一条鱼、一只鸟，此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南无阿弥陀佛。